一罐就无问题。见了，赢得了不着我嘞！你，还不把这些东西收好？我闻到水里黄金的味道。剑攻，战斗，面对你的罪行，继续掏金。注意，饮料要滑过去了。我看见了。调音很完美，我暂时认输。给我来几罐。再砌一层应该就可以了。战斗，进攻，保持警戒，危机四伏。
管回去有不问题保持警戒我的孩子危机四伏最辛苦的攀登才有最美的景色就在其中。这间玩具店也太惨了。你拥有我一小部分的力量。进攻！战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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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不了他们。需要在假期里放假。你找不到路，我把球团起诉了。忏悔。再栖一藏应该就可以了。先别去死。纵然圣光暗淡，我等依然奋战。信仰会指引我们的道路。忏悔。
来报道。这关就不问得。闻到水里黄金的味道，这间玩具店是太惨了。Crownakai Crystal， 真是稳。继续掏金。预言者，请指引我。时间了，用你自己的盘子。在蜥蜴藏应该就可以了。完工了，我从未刻意带领众人，但我好像是个天生的领袖。
你打败我了。